哎，你干嘛？你刚刚干嘛？你打？动作被远景目睹，白色安全帽的男子越讲越激动。我跟你讲，你看现行犯，现行犯怎样？怎样啊？我讲我踢他而已啊。怎样啊？怎样的、啊？他挑衅我、啊，他刚刚在挡我的车了。然后嘞？所以嘞？挡我车，啊，看我。哎，你就可以把人家拦下来了。被指控恶意挡车，被害人站在一旁，委屈地说：“是行人先，他怎样要踢我车？我踢你车，我踢你身体了。”不等被害人解释，男子油门一催就要跑，当场被远景拦下。哪里伤害？造成伤害？哪里受损？好、哦，没有，你要有凭有据。他有哪里有伤害？你无需上我的车。我请求调查有力的证据。我现在叫你停车吧。我现在要叫律师。远景公亲辨事主，但凭借优势警力，还是成功将人压制。只是行车纠纷是有多严重，需要这样大动肝火？嫌犯认为对方逼车，于是一路尾随对方到这间超商前，连人带车将对方踹倒，就连警方到场制止，也被他踹了一脚。被害刑事控诉，当时行经新北福州桥，因为看到对方站着骑车，心想要小心一点，变换车道之后，没想到对方又想超车，但自己已经无法再往旁边靠，对方就认为这是恶意阻挡，在桥上举起拳头呛下，现在是要怎样？要用拳头解决吗？接着一路尾随，不仅踹车还踹人，就连警方压制过程中，小腿也被踹伤。之后警方在嫌犯身上搜出毒品，当事人也坦承当天精神状况不佳，就是因为有吸毒，毒驾踹人又袭警，罪加一等。三立新闻洪东九有桃。